第一位，一时之选，这是雨欣。雨欣啊，订阅人数多少？32万人。哎，国光帮一半呢。哇，你好厉害。怎么了？你一个人抵我们六个人哦。哎呦。嗯，为了把你打败，我不给你出来。开玩笑，来欢迎，欢迎雨欣。哎。雨欣，欢迎。来，请自我介绍。可爱。大家好，我是雨欣。雨欣你好。雨欣，雨欣，请问一下，你的订阅是32万，你主要是做一些什么？其实我做很多，就是影片的开箱或是 vlog， 然后实际也有。所以说你现在是就是开箱的，好，那我们先看一下你怎么开箱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拍的是这个，算是世界上最贵的鲍鱼泡，一包的价钱呢是380块台。哇，还有鲍鱼泡面啊？有。哪一国家的？台湾的。台湾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们现在来喝大汤吧，两大块，我觉得还有点像鸡精的味道。我觉得好喝哎，我们现在吃吃它的主角鲍鱼，到底好不好吃？真的好吃吗？还不错，就很像我们外面。我觉得它这个鲍鱼吃起来还不错，不会讨厌。因为你知道有些鲍鱼吃起来有个臭臭味道，腥味。对，然后它这个鲍鱼吃起来还蛮舒服的。Hello， 你好，瑞希。我是酷炫。我今天要开箱其实这个一次性环切混合器。我今天要直接实测吗？对，要实测，所以我才买了这三个东西。它有分 size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鬼啊？这测试力吗？就这样弄。然后还说用完之后会大量出血，用纱布包住，然后再用这个。断了，断了，断了，玉叔叔断了。我确定这是阉割器，它不是割。今天开箱失败。我们今天要开箱这个步兵盒子。哦，对，步兵盒子，它就是一个机上盒，只是它多了一个是可以看 A 片的一个专区。我们先看有码的，不要那么刺激。所以说这个是哥哥，说哥哥，哥哥，你可以帮我调整一下那里吗？为什么有人看 A 片看到笑？不是，怎么了？他手在一个，没有，我在把他拉起来。他要脱衣服，你要脱衣服，我帮你啊。我要把蝴蝶结绑起来。他找酷炫，找我们嘛。对啊，你这个开箱的蛮色情的哦。对啊，不是，是刚好他选的两部是关于这个的哦。对，我还是有很多其他的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开箱的东西是你们自己去找呢，还是怎么样？都是自己找，因为我是自己一个人，对，自己一个人，这么寂寞。不是啦，我说就是拍影片那些都是自己都是自己一个人，对，自己。所以你们去找一些有趣的东西。怎么找啊？刚刚有那个包皮环割切割器，那个是从大陆的淘宝找到的。嗯，就是我有时候去。你有吗？你买那个干嘛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开箱，因为我的 TA 主要是男生，所以我觉得说开这个可能大家很有共鸣，会觉得很好笑，很有趣。是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开箱应该是点阅率会是很不错的。可是那真的是包皮切割器吗？对，那个是。真的假的？就是我从还是那个雪茄的啊？不是，他就是名字就是这样。然后那你有带吗？我们今天没有啦，没有，因为那是一次性使用，我只买一个，所以我开完我就不是那怎么那麻醉怎么办？他不麻醉，而且他很好笑，他就是好汉割包器，对，好汉流了太痛了这样。哎，听说这个影片非常多人看，蛮多的，是哦。你说是你那部影片是找谁跟你一起？酷炫啊。所以那我觉得你找错人了。哎，为什么？如果你找现神，那就是一定破千万。真的吗？现神，因为他现神中线，因为他是现割包皮。其实没那么好笑，就是包皮宪哥的意思。我想说你怎么敢这样子叫他名字？这是一种笑话，是笑话，好笑好笑。没有，你试一下都叫他中线了。没有，我说中线这样不要不会破梗。我那天上中线的节目，我不都这样讲，这样不会不会破梗。所以你的这个拍的这影片都算是重口味的喽。真的没有，我平常还拍很多小清新，但是因为这两部刚好比较特别，点阅，所以就挑出来，对，挑出来给观众看一下。你走这个路线的会，所以是观众素质的问题。其实有一些 YouTuber 是真的全部都是在做这个路线的。对啊，你可以下次弄手机杯啊，就是可能讲情色路线很多啦，情侣之间的一些姿势的问题啊，有的没的，或是怎么样舒不舒服的那种。他们这个压力真的非常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做功课之外，你要去看到底有没有人比你先快推出做过了，是做过你就不能再做了，所以他们要一直做很多功课，然后每天要看非常非常多，不然人家说你抄袭，对对，像是那种笑话都是，不然就是那种影片可能你先拍，结果别人先剪出来，你还是抄袭他。可是譬如说他的粉丝数没有那么多，他可能只有2万，譬如说。
那他做过的你敢不敢再做？太少人，其实有些比我还多的他们做过，如果我觉得 OK， 我有时候也还是会再也是会做。对，另外包比你多的你都还会再做，因为我觉得一样题材不同人做其实不同风味，效果不同，不同风味。对，对了，一句话不同人讲就是不同的感受。是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刚开始做这个时候亏本啊？亏很多。为什么要亏本？是干什么呢？因为我只有拍摄嘛，对不对？那一开始需要剪辑师，那我不会剪辑，就是我没有这个专业，我就有请剪辑师，就包给别人剪。对对对，那一支影片剪辑成本，我一个月都上十支以上的影片。哇塞！对，那这样子一个月其实亏四五万块是有的。哇，难怪最近那个詹维忠他在找剪接师。嗯，剪接师很重要，因为他自己其实他很多人在看他的东西。嗯，因为他不是没事要给人家解惑嘛，讲风水。其实哦，很多人看风水这个东西就很有兴趣，像很多人比如说我要住这个房子，他的坐向什么就很重要。坐向坐对了，哇，一帆风顺。对不对？坐向坐不对就很辛苦，痛苦，很痛苦。潘老师，你是点阅率非常高的 YouTuber， 真的吗？还好还好，我是因为还好，那就不要聊了，好。为什么谦虚呢？对啊，我私底下教，哎呀，看我做的点阅，你看，你都是那个教学吗？对对对，因为其实哦，我发现其实这个市场里面很多人是这样，因为有些人你要知道，有些人是他们不愿意花钱去健身房。或不愿意花钱去跟大家一起去运动，当那些人只是想要自己在家里面，我不要让任何人看，我只想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需要一部影片了。哦，对，跟着做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就用这样的方式，然后我就平均，我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就跟他们一样，因为亏，原因是因为要剪，要剪，然后里面还要把里面的内容，包括说他可能上去的时间要有限制。所以就变成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要去克服。那你影片的结束会跟大家说感谢您吗？哎，会。哈哈。哇，你今天带来什么开箱东西？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影片，然后那个它算是即食面，然后要一包要380块。哦，你说那个包鱼泡鱼包是哪里？台湾。产地台湾。对对对，台湾做的。在哪里买得到？在哪里可以买到？卖场都没看过啊。我就是在网络上看到的。所以它一份里面就有两个这个小鲍鱼。对，真的是鲍鱼。面条好像是手工的。双包。哎呦。一口一个。它不像那个什么，不像泡面即食面，不像即食面，像真的刚煮好的。就好像那种挂面面，对对对，挂面去煮的。其实它汤头是最厉害的，我觉得。汤头啊，哎呦。强哥要不要来？啊，专业的美食，专业的在这里，专业。冷了吧？哈，你还是可以喝出来，它很。哎呦，那个表情不是你那嘎噜脆一下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汤头很厉害吗？不厉害吗？我说以。你不能，你不能跟店里面没有没有没有，哎，不是，就是这个汤头怎么有点像小汤圆的味道？对，不是，它都是面粉的味道。哦，因为可能泡太久，放太久了，这样不准啦。那不准啦，这不是，我以后这整个都是面粉的味道。所以我为什么要吃？我为什么要吃汤？我吃鲍鱼。我们叫喝汤，鲍鱼可以吗？鲍鱼可以，鲍鱼应该吃掉了190。如果以380的面来讲，这鲍鱼可以。哦，哎，它这个活不好哎。也是不错，它整个吸满汁，是它不像是那种，这个可以啦，可以三餐吃吧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就是对一般的那种，这应该算素食面吧。应该算，这起码这一口比刚汤头温暖多了。是，所以来你试试看这个鲍鱼。啊，我吗？对啊，你说什么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以为他要吃，嘴巴都要张开了，你把它拿走，对不对？如果以380来讲，是不错的。它厉害的是，它感觉到它其实是有新鲜感觉的，而且它呢脆脆的，对，它不会是因为包装的关系嘛，不会，然后就糊烂啊，还是咬不烂，还有口感，对，我们有弹性，至少380的鲍鱼是面，用泡的是吗？不是，这是在大家在泡面界拿出来就不丢脸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晚上随便吃啊，吃个鲍鱼面，对不对？哇，人家觉得很酷，高端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？啊，没有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上次也是问我一样的问题。我想说这一阵子你应该也交了，也交到了吧？对啊，分了。上次有交，交了分了，对对对。那现在又在等待下一次。对，等待。既然等待，我们就要问一下，分手没有什么原因吧？就那没关系啊，分手是。那你的三围是？谎真有。可是我每次讲都没有人相信，所以你说，比方说，就是32C。
真的吗？为什么没有？22、34。为什么不相信呢？因为他们就觉得我的胸部看起来没有这样子。对，怎么可能？我们相信你。真的吗？嗯。都已经说 C 了，怎么可能一定有 C 的啊？对啊，一呀，可以可以 ，C 呀 ，C C 呀 ，C 呀 ，C 呀，破耳朵有问题，孟非非你是耳朵有问题呀？对啊 ，D 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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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D 嘛，你看你们的问题，怪人家不准骂，怪马桶歪那么奇怪嘞？怎样的长相呢？我喜欢像你这样，这么好意思啊？那你像啊，那你前任分手了这男朋友长得像这样吗？不是，可是其实我是觉得是看。我喜欢成熟的男生，成熟的，对对对。场面话我可以讲你啊，但你有阿乐，没有你讲他就没场面喽。没有你讲不下去，哎我是哎呦好丑，他说我阿乐没场面。我说他有阿乐，哎呦算账哦这个哦，所以你们认识。我们在我们同公司之前，对，那不闲聊。我希望你赶快找到一个疼爱你的男生，是，好，然后介绍更多啊，带来更多的欢笑给我们所有订阅人数越来越多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加油，加油，谢谢。